好。咁系社喺嗰就讲，你头先提咗一个人名咧，系卢素冇，你提到佢攞彩啊，今次佢就攞咗彩喎，一个4个月大嘅婴儿，咁快5到3个钟就揾到一个心脏，好奇迹嚟嘅。其实呢单嘢，但系真系引起外界嘅关注，同埋好佢嘅关担心。注就系因为子希呢个小朋友成功手术之后，佢又走出，应该系卢颂茂出嚟去开记者会，点知唔系李家超出嚟开记者会？当时我愕咗然嘅，喂呢单嘢应该系卢颂茂去攞彩噶嘛？啊，结果攞彩嗰个系李家超，咁啊，第二日隔咗日，卢颂茂心有不甘啦，就即系走去呢、這个新闻网啊，好似系，即系总之大陆嘅传媒。就喺度講啊，香港因為呢個子希嘅成功啊，可以成立呢個咩器官同大陸嗰個衞健委咧聯合成立一個器官器官中心庫，即係差唔多，即係爭在未講出口啫，可唔可以成立一個全世界首獨有嘅人體器官交易中心？嗱呢啲就真係離晒譜啊！香港數碼港有啦，中藥港我有啦，結果而家搞到咩啊？器官港。系咪想做呢啲啊？你估豬肉台賣牛雜咩？即系唔系咁样做嘢，即系呢个器官捐赠移植又好，即系好牵涉一啲道德嘅问题啊！大家记唔记得香港人有个小朋友咧？记唔记得20年前左右有个余文汉啊？有冇印象啊？大家，系因啊，为系余文汉我细佬咧，都系我哋啲朋友嚟，即系呢啲儒家。突然間佢冇咗個哥，佢成個家庭咧係沮喪咗，到而家都係好沮喪。呢件係永遠嘅痛嚟嘅。一個細路哥佢先天上面即係有啲智力唔係咁正常嘅，咁啊佢過關嗰陣時咧就啲機鏡頭影住咁樣，就突然間失蹤唔見咗，一個人去咗大陸結果而家都揾唔翻，去咗邊度啊？咁當時有好多人好懷疑、好擔心，係咪嗰啲人口販子拐咗去做嗰啲即係器官移植咁樣嗰啲嘢？甚或係呢一兩個月喺記唔記得江西有一個中學生咪失咗蹤嘅？即係有啲未經證實嘅新聞啦，就佢揾到條屍體啦，但係啲器官唔見咗 即係呢啲嗱，未有官方證實嘅，但係呢啲傳言傳到紅紅火火咁。冇辦法唔驚嘅，令到啲人。盧寵茂佢呢樣嘢，事先完全冇一個心理準備俾香港人，亦都唔經過考咩考慮。咁香港梗係反彈啦，即係有細路哥嗰啲，梗係即係揾條鐵鏈鎖住個仔先，咁帶出街好似大狗咁樣啦，幾驚有拐子佬咁樣拐咗去大佬啊！即係個家庭咁樣，我點解先提下儒家咧？因為佢嗰家即係嗰個呢幾廿年咧係好心痛，好即係成個家庭咧。唔敢提呢单嘢，即系你系几痛苦嘅事啊！即系一个十几岁嘅小朋友突然间唔见咗你，几痛苦几痛苦事啊！即系作为家长，一个家庭好大影响嘅。所以呢啲说话，卢总话唔可以立乱讲。你咁样一讲咧，直接冲击一样嘢啫。嗰啲器官捐赠卡咧，就自愿器官捐赠嗰啲人咧，一定会大幅减少。即系你除非你讲清讲楚。呢个我呢个未成熟嘅构思，同埋卢颂茂咧最呢、这个人最大嘅问题就话，你好多嘢未经深思熟虑，你就好我乾纲独断一个人咁样去噏得就噏，利用手上仅有嘅权力咁样讲好咁样好啊，可以做呢样嘢可以做呢样嘢，你好多嘢你一定要，尤其是医学上面，你唔可以理想你见及理及，你谂到就讲，你要深思熟虑，停一停谂一谂。可以點樣去做？可以點樣去演繹呢段咩説話？係啊，你講到頭頭是道啊！你全國13億嘅人啊，香港有3000幾人啊，等住換肝嘅咁我哋庫藏好多啊，咁我哋有即係13億人民裏邊，你抽3000幾個肝嚟講咧，係容易嘅。點啊？哎呀，係啊，呢個大數據嚟講睇都係容易嘅。咁我想問翻阿盧醫生咧，好啦，假設有3000幾副肝喺度啊，大陸，你得去打靶肝又好，絲肝又好，三千。你够唔够医生去日日去做嗰3000幾个病人？一日可以做几多个换肝手术？1年365日，你要换几多年先换晒你3000幾人？你卢医生，你俾唔俾到呢咁嘅数据出嚟先？如果俾唔到嘅话，你咁开心做咩？
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开心，不积极推行这件事做什么。同埋一樣嘢，個法例點樣呢？香港、大陸兩岸嘅法例，包括呢個阿子希呢個小朋友，我尋日已經喺另外一個節目都講，阿子希個媽咪咧，嗱，首先我恭喜你女，即係出奇蹟地攞到有一個心臟，之但我覺得佢有責任喺事過境遷，無論阿子希將來係點樣，我覺得佢有責任去。問翻個提供心臟個醫療機構，去揾翻提供心臟嗰個小朋友個家屬，啊，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你作為個人嚟講咧，我覺得佢應該去透過一啲關係，佢又一定要要求你，無論當面多謝又好，實質多謝又好，你都要做，你都要做，即係無論自己將來點，你都要做。即係我覺得大家知道嘅，換肝你可以，即係個生命咧，仲可以延續換心。一定是一個不在度，必然的，啱唔啱啊？同埋我醫學常識，我唔知啊個心臟，呢個小朋友的心臟，佢會唔會隨住佢不斷發育，佢自己會長大成為一個成人的心臟？我唔知，還是係去到某個年紀，佢需要又要另外一個心臟換落去咧？我唔知呢樣嘢，我真係唔清楚，即係有。即係呢樣我唔熟，即係你下邊可以留觀眾留言都係答我。但係無論點，我覺得自己嘅家長就一定要做呢樣嘢，一定要做。你即係呢個大恩大德，大恩大德，你必須要同埋人哋亦都撫平翻對方，即係捐咗心臟嗰個家庭嗰個傷口。你必須要咁去做。呢個係人，我覺得做人處世呢個基本嘢嚟。即是人家救你的亲人一个大命，这个是无论怎样都是大恩大德来的。你我觉得你一定要追究，追查，就算官方说，哎，这些过去的了，不用你怎样，不是，你一定要纠缠，一定要说不得，我一定要当面多谢这个家长，一定要当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透过这个跟他接触，你一定要搞清一件事，你这个捐赠心脏那个人，搞清楚是不是如官方所說的是一個意外裏面去世來這樣去捐贈，還有問清楚你是不是很自願捐了你的心臟，一定要清楚，必須要清楚。即是如果你問到一些事情跟你原先或者官方說的事情不同的話，因為已經做了手術，已經既成事實，你都 無謂去追究，只不過你真的在一個撫平對方的傷口那裡，你要做多一些事情。即係我嘅意見就係咁樣啫嚇，即係如果呢樣同樣發生喺我身上，我會咁樣做。即係我嘅意思就係我會咁樣做。呢個但係咧，你話由此呢個子希呢單嘢發展到香港同國內建立一個所謂嘅器官交流中心，即係乜嘢啦？即係地有多大產，人有多大膽啊！即係盧寵茂連呢啲夠膽諗咗出嚟，即係唔考慮兩地嗰個司法體系嘅唔同嗰個度。那個道德不同，如果這些是可以的，全世界都做了，大陸和全世界接通就可以了，在香港做一個器官交易中心，搞一個共同市場，好像股票市場那樣，今天肝價多少錢，腎價多少錢，眼角膜多少錢，好不好？最低價位多少，最高多少，最低多少，全日見多少，現在肝臟，大陸肝臟個性大跌價，好不好？盧醫生，不如你做這些事。有你个街市卖牛杂咩？真系好荒谬嘅，真系我觉得，同埋即系佢又好似讲头头是道啊！大陆有香港三千几人要讲啊，大陆人口多啊，基数多啊，可以去压发到香港好多人啊！但系问题就系香港啲内脏都可以交俾大陆噶，同埋如果你提倡呢样嘢嘅话，你点样去预防黑市操作啊？正如我頭先講到嘴邊，有啲人可能真係周街拐子佬拐人噶咯喎，大家有眼見噶，你睇下赤柱，兩個紀律部隊嘅人員面前都夠膽當街老人勒索，老人一冇勒索，嗰啲咁嘅紀律部隊，嗰啲懲教署嘅扭機，即係佢聽講下喺2019年嗰陣時咧，佢輔助警察去鎮暴嗰陣時咧，哇，佢比誰都兇狠，但見到喂。罪案在你面前发生，你叫人啊，先生不要打交啊，咪白痴噶，大佬你怎样做扭记啊？你不要跟我讲扭记好斯文，扭记怎会斯文啊？
你斯文點管班監躉啊？殺人犯有、強姦犯有、光陽大盜有，你唔夠惡，你唔夠賤，你唔夠串，你管得住呢班嘅大古惑，啱唔啱啊？你嗰支棍，喂，拍起有啦，一拎拎出嚟喺個監倉個咔啦啦啦啦啦，邊個手喺呢度咪一嘢坑落去，係咪啊？專做呢啲嘢㗎啦。咩啊？你唔好同我讲话，监仓唔系嘅，我哋用充满天赋嘅爱心，每日同佢讲道理，唔好玩啊！真系唔好玩啊！嗰班恶人会听你讲啊！即系你即系唔好喺度我哋面前扮呢个小白兔，你劝只老虎，哎呀，食斋好啊，食斋延年益寿啊，唔好食肉啊，有冇可能啊？啊！不如你示范一次啊，去动物园示范俾大家睇，点样如何令到一只老虎？啊！唔食肉改食素啊！喂，你示范一次，你示范到啊，我就信啦。即系喺香港咁嘅情况之下，请问你点可能即系去制止到？即系如果你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嘅器官个数据库，即系中港两地咁样交流，点样可以制止到有呢？即系呢啲咩悲剧发生？冇可能噶，大家知道，真系冇可能。即系你吓亲香港人啊！我会觉得六叔伯，即系所以话，我到呢一刻，我都用翻我之前讲过成个人强你嗰个标题，以卢颂茂呢个咩人嘅个性，呢个人咩能管治个能力，最主要呢个人嘅个性根本系唔适合做官，所以借一个卢颂茂非下台不可。我唔系讲人身呢个人身攻击啊，玩针对啊，而系你。呢一頭半個月嚟所做嘅事，你睇下一個防疫，你拖垮香港嘅經濟，大陸都完全開放咧，做咩唔開放香港？好啦，而家根本出嚟講嘢叫開放嗰個叫原來李家超，啊，喂，咁啊，阿超哥兼任呢個衞福局局長得啦，使 Q 盧寵茂咩？慳翻幾廿萬每個月，呢個廢物嚟嘅，最慘啊！呢個人嘅個性啊，專同人鬥氣啊！你话行动啊，唔得，我要行西，因为我系专业。即系世界上有啲咩人噶？佢明知话行东系条康庄大道，行西有得狗屎啊！唔系，我专业应该要行西，狗屎好舒服嘅。你唔知咩踩落啲屎度，哇，好过瘾，好舒服噶。唔信你自己踩下。即系世界上有啲咩人啊？呢个咪卢颂茂咯。咁呢啲人要嚟做咩啫？系咪先？你翻去剪牛杂咪算啦。即系唔好喺度陀衰家啦。呢、這个卢颂茂真系不知所谓嘅。啊！做嘢嗰陣時係咁樣批評陳肇始，又咁樣唔得，咁樣唔得。結果你做成點啊？啊！你仲衰過陳肇始，陳肇始已經衰噶啦，你仲衰過陳肇始。我講嘅。好啦，到而家啊，今日開始就開放曬嗰、那個酒樓個嗰個上限啦，那個人數上限啦，唔係咁咪救翻酒樓嘅經濟咯。咩啊？就嚟做冬啦嘛，今個禮拜做冬啦嘛。跟住又过圣诞啊嘛，咁啊做西餐嗰啲咪又一执一笔咯，咁啊跟住点啊？今年过早年啦，今年廿几号过年啦，咁啊团圆饭又一笔咯，过完团圆饭咪又春茗咯，由十月一路打到去三月，大佬啊酒楼呢几个月系做成年生意啊，阿卢颂茂，所以啊李家超呢方面咧就俾佢醒嘅，啊李家超唔系好人啊，但系咧佢真系呢方面俾佢醒嘅，而卢颂茂呢啲。繼續行西方踩屎啦，即係好老想，你又講共赴黃泉嗰個係你啦，而家大陸啊，全部係共赴黃泉，喂，點解你唔出嚟講啫？你鬧啊習大大啊嘛，喂，共赴黃泉啊，於病毒，大佬啊，何君瑤啊，邊個唔堅持動態清零啊？就係、是、犯國安法，喂，國安法拉佢啦，佢侮辱國家領導人啦，仲有何君瑤去咗邊啊？死咗啊？呢排做咩冇出聲嘅？係咪瓜老襯啊？啊？即系呢一年嚟，一年半载嚟，坚持动态清零嗰啲咩柴狗咧，死晒啊！啊，喂，大家去殡仪馆查下个死亡名册有冇？喂，唔系啊，呢啲咁嘅尊贵议员如果死咗，大家鞠个躬都要啊，香槟就开硬嘅，鞠躬啊俾你嘅，我以为你死咗，未死咩？做咩唔讲两句啊出嚟？咩共大咩共赴黄泉？即系笑，俾人笑爆嘴啦！已经自己唔系传染病专家，就唔该你自己知自己事。即系呢啲咩废物，真系，唉，真系不知所谓。